跳舞了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，妈呀，就是啊，对，有一个天气预报，最近有一首歌叫天气预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知道啊。啊，那你知道那个舞蹈吗？舞蹈的话，就是、你可以教我。他们说很流行，其实还不是很火。那你教我呀？嗯，就是你知道那个，就很简单，就是副歌里有就是过年了，新年了。抬头挺胸膛，对，就这个音乐。年啦，新年啦，拜了个年，什么都不怕吧？快回老家吧，哦耶，我的爸妈。其实很简单，就学这个就好了。我要来学一下的。其实就是这样，其实就是有种我这个钱从天而降的感觉啊！你左边两下，对，左边两下，右边两下。过年了。好，我就自己发挥了。就是一种忘了烦恼的感觉，特别嗨的感觉，然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，帽子掉了。我就自己，就自己嗨起来了，是吧？对，其实这首歌就是让人忘了烦恼。对，听着就很开心哎。是的。那我们听我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手指舞可以教一下新娘嘛？对。那你可以放一，可以放一下那个，哎呦，真的来了。听过这首歌吗？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。哦，一听起来就很动感，蛮搭的，就忍不住想动起来了。听起来就想抖动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后边衣服都湿了。哎，我也有点流汗了。我主要我这衣服太紧。可以拉到中间，就放那个副歌部分。副歌部分。说我的留言吗？你看他们就说么么哒呀，辣眼睛，没有哪辣眼睛啊，哪有辣眼睛啊？么么哒，你看他说抱抱我爱你啊，谢谢，是抱抱，是爆炸的爆啊，天气爆炸的爆，中毒了，你看中我的毒了。天气预报是爆炸的爆，知道吗？对，就现在还没上映，我已经知道是一个很好看的。恭喜云霄鸭木直接欢迎提莫来我们北京参观啊，带来一个这么。明星的新人过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其实我们北京的同事特别欢迎两位，所以给两位准备了非常多的送给你们水友的福利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给我们同事准备什么礼物呢？嗯，你们想要什么礼物 ？OK， 男同志，男同志，然后我们来就是签这些签名照，但是呢，这个签名你们应该很熟悉了，但是我们给你们设置了。